兄弟们，这只宝宝为什么我今天合呢？因为我答应老板了，帮他把这只16技能的卖出去。然后我本来约了主角哥，但主角哥可能昨天晚上出去喝酒了，他不在。然后现在我就只能自己练了。这组胚子总共差不多18000，兄弟们我自己来。这组16技能加10技能，这组成本价，兄弟们，这个16技能10000。然后我藏宝哥刚刚秒了8000，是不是18000？兄弟们，说实话，我自己合不下去手，我现在瑟瑟发抖。啊、哦，兄弟们，今天老板是想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，你知道吗？红，你该长大了，你该自己面对一些困难。我他妈大金链子一挂，对吧？气质要有，这必须要有一波，对吧？16加16技能回炉的资源的那个呀，气势呀，是不是？他妈的，老子暴发户，要有这种气势，干必成，要有那个拆迁户那种气质。啊，给兄弟们我点了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哦，我他妈血炸，血妈炸，14技能，14技能雷妖，我他妈的，为什么不给我技？兄弟们，我能保本吗？14技能进台，成长高，1.286的成长，感觉兄弟们那可能还赚点。哎呦我操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